出生于饱受宠爱，玛丽连洗澡都学不会。没有，我讲说妈帮我做什么是最夸张是什么？她帮我洗澡。啊？几岁？这几年。对，就昨天才洗的，就是坐在浴缸里面，然后他可能我先仰着他帮我洗头，然后刷身体的，头发我自己吹。哎呦，我以前好像都洗澡。我们要掌声鼓励他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